我们现在用的经文是《路加福音》一章41节至45节。以利沙伯一听玛利亚问安，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。以利沙伯，血被圣灵充满，高声喊着说：“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，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。”但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，这是从哪里得的呢？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，我妇女的胎就欢喜跳动。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，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。这个经文，首先我们解释这个经文哈。伊丽莎白一听玛利亚问安，当时玛利亚就是有耶稣在腹中已经怀了胎了，然后以利沙伯有约施洗约翰在里面啊，在他腹中，然后以利沙伯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，就是因为耶稣在玛利亚的里面，玛利亚有耶稣的同在，有神的同在，他是常常有神的同在。然后他来到说一句话，马上伊丽莎伯就被圣灵充满，而且这个妇女里的胎，这个施洗约翰就在跳动了。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圣灵的工作的奇妙，就是神在哪里，哪里就有神的工作。神的同在是极度美好，极度有能力，带来美好的改变。当玛利亚问安，他说的话就有带着能力，神的同在就跟随他，然后就影响以利沙伯，也影响施洗约翰。我们也看到，就是人得救，很多以为是人的绝技，其实如果你们看使徒腓立比书2章1节，这里说什么呢？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他叫我们活过来，是神叫我们活过来，就是我们我们本来是死在过犯、罪恶、过犯中的。他能够叫我们重生，就好像如果你是某人带你信耶稣，或者是在布道会，我当时在这个布道会，我听到这个耶稣的道，我的里面就这个灵，不但是好像有人买一些东西给你，你听啊听啊啊，好啊，我就买了，这种感觉跟我听这个布道会的时候的感觉是不同的，有人卖一些东西给你，我听了啊，试想一下，好的好的，但在聚会或者是有人带领你信主的时候，你就发觉里面有动作，在里面就有一种动力要信耶稣。有多少人有这种经历？你想一想，你当你信耶稣的那一刻，是不是好像有人推向你买他要卖一些东西给你，然后你听了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我信了，还是你里面就有一种力量在推动你？有谁有当时有感受到的？可不可以说出来？你感受到一种力量推动你？是表达一下自己，就是初信的时候，为什么就是愿意接受耶稣那个感动吗？就是当听到这个福音的时候，里面的改变有没有留意？不但是好像听到有人要卖一些东西给你啊，好的，我就接受了，而是这里面是有圣灵在运作。大一点，这个圣灵在运作，所以我们里面就有一种回应。有没有留意到这个？
我自己是很清楚的，很清楚感受到，可能你留意的时候，你也会能够，感受到当时发生什么事情。就是说，是圣灵来到感动我们、改变我们，叫我们活过来。本来是死的，没有属灵生命的，然后神的灵感动，神的灵改变，马上就活过来了。这个就好像施洗约翰在母腹里面就被圣灵充满了。所以不是我们信耶稣，然后我们就开始改变，是耶稣改变我们，神的灵改变我们，所以我们信耶稣。神改变了啊，你里面就说啊，觉得有一种力量，耶稣这么好，我们就信耶稣。这个就是神将我们改变，同时施洗约翰也是这样，然后。伊丽莎白被圣灵充满，被圣灵充满就有这种感动了，圣灵就透过他说话了，圣灵就在里面运行，他就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，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，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，这是从哪里得的呢？就是他唱到啊，玛利亚是有福，你所怀的胎。耶稣也是有福的，我主这里他说我主的母，所以他不是说你是就是人的母亲，你是主的母亲，是神的母亲，所以说耶稣的母亲，耶稣在他里面的母亲，到我这里来，这是从哪里得的呢？这是这么奇妙的恩典。你温暖的声音一入我耳，我腹里这胎就欢喜跳动，就有这种反应，这种改变。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，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，神说的话都有应验。这个经文里面，我们看到就是圣灵的工作的奇妙，圣灵在哪里，哪里就会有改变。所以，当我们向人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带着神的同在传福音的时候，人就会有感动。我们听过很多见证是这样的，很多人在参加布道会，在唱诗歌的时候，他就很感动了，唱诗歌就哭了，就很感动。这个就是圣灵在里面运行了。有些时候就是听到诗歌，里面就圣灵就感动，就改变。啊，其实我听过不少这些见证，看到圣灵去当一群人在见证神的时候，他就运作，他就改变人了。我们感谢神，原来当我们有神的同在的时候，神就透过我们做工。当我们带领敬拜，带领敬拜的时候，我们的神的灵在我们里面运行。这个敬拜就带来果效了，因为圣灵运作。我们传神的道，圣灵运作。我们在祷告时候，圣灵就运作。其实我有不同的情况，有些敏感圣灵的，有些敏感圣灵的，我祷告他们马上就感受能力。这个就是说。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，所以当我们有圣灵的时候，圣灵就做工。这个就是，我们感谢神，神这么真实的做工。我现在想示范一下哈，请你们专心啊，专心啊，专心在这里，专心在这里啊，我请。姐妹站在这里啊，我就是你，闭上眼睛。哈利路亚，感谢天父，因为他是很敏感圣灵的，不是每个人都会这样感受，因为他是非常敏感圣灵，所以我说哈利路亚，他的圣灵就运作在那里面。这个就是我们有神的灵的运行，是不是很美丽？哇，神的灵这么美好。感谢神呢，我们有神的同在非常美好。这个
这个刚才我去解释这个经文，好了，那我们讲这个信息了，这个反面的例子，很多人不知道我们基督徒的运行，我们侍奉神的运行不是，但是理性的运行，是神的同在的运行，是神在运作在我们里面。当神在我们里面运作的时候，神就会透过我们做工，但很多人侍奉神或者是生活都是理性，但是理性，神也透过理性做工的，的确有的。当你明白神的神的道理，圣灵也做工。但如果我们不但是理性，是意志、思想、意志就是思想，对不起，思想、意志、感情和我们的灵。很多，但是这个思想运作有圣灵运作，但他们的意志他们的感情和灵不是完全被神感动的话，这样他但是在理性上运作，这样他们就不会带着神极大的能力，神也不能自由的运作。好了，神的恩典是什么？神的同在是极度美好，神的灵是极度美好，神是活着的神，神是真的是，无论他在哪里，哪里就有神的工作，他是充满大能，充满一切恩典的，所以当神在那里，那里就有运作了。好了，神的恩典是什么呢？神的大能就是为了祝福我们的圣灵的工作，就是为了祝福我们。他不但是显示他的能力，圣灵的运作就是改变生命、更新生命，在里面运作、改变生命，就好像改变伊丽莎白，他马上就感谢神，马上就说啊。你是有福的，你是我主的母，你是神的母，这是从哪里来的？你的声音来到我父，你的胎就欢喜跳动，它里面也被圣灵充满。所以这个圣灵是在什么地方人的心开放，什么地方人用心灵敬拜神、渴慕神，神的灵就运作。运作的时候就带来福气，带来生命的改变，带来每一方面我们灵命的改变，帮助我们去感激神，好像以利沙伯这种感激神，这样喜悦神，这样觉得是大的福气，因为他说这是从哪里得的呢？就是怎么可能有这事啊？我主的母。到我这里来是不可能的事情，他就有这个感激的心。圣灵在哪里，哪里就有感激的心，有圣灵的运作，有生命的改变，有爱人的心，爱神的心，有侍奉神的心，这个就是圣灵的运作。好了，警告、提醒，有些基督徒的生命是但是用思想，但是明白，明白之后也没有完全的行出来。就是知道，其实就是知道，他们以为一知道就足够了。这样的话，神不能运行，所以很多人对圣灵充满很抗拒，他们不明白圣灵怎么能够有这么透彻的工作。很多人经历圣灵充满，他们会大哭，其他人就觉得很怪、很奇怪，或者是大笑，很充满喜乐，觉得很难明白，这么可能这么。怎么会有这个事情啊？因为他不明白圣灵工作，圣灵就进入神的人的内心，人的内心就有圣灵的工作。所以，当我们越打开心门，圣灵你来，耶稣你来，你做王，你完全的做王，你在我们做工，在我们的里面做工，改变我，感动我。这时候神就能够做工，但很多人没有这样做，这个就是警告。没有这样做的话，就是自己做工，不是神做工。神不能大大的改变他，
所以他的生命很多时候很苦啊，因为没有力量，没有喜乐，没有从神得力，没有从神得力很多不好的后果，这是警告啊，什么不好的后果？没有神的运作，容易发怒，容易吵架，容易伤害人，家庭就伤害了，在教会里面也伤害人，破坏神的工作。当我们明白，没有跟从神，不但是不能结出很多果子，而是会有相反的果子，就是魔鬼的果子。不但是没有神更新人生命的果子，而是有烦躁、怒气、伤害人、破坏合一这些不好的东西产生出来。这个就是警告，没有圣灵。啊，当然，我们不会说没有圣灵充满就会破坏，我不会这样说的。我就是说，没有圣灵运行，没有让圣灵运行，没有让圣灵做王的时候，生命就产生破坏。这一点，希望你们现在明白，也放在记忆里。没有圣灵运行，不但是不能结出果子，而是会有情绪，负面情绪，会有罪。会有烦恼，会有埋怨，这个破坏性产生出来。好了，如何可以有这个恩典？首先，我们除掉垃圾，什么垃圾呢？这个垃圾以为靠自己就可以了，以为靠自己，后果是结出情欲的果子。另外，就是。没有从神来的力量，没有这个改变，我们要除掉这个意念，就是说我必定要每时每刻都倚靠神、亲近神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能够有生命的改变了。神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有工作，所以我就放下这种不倚靠神这种心态。我必定每一分钟都倚靠神，神是我的生命，我这一切。我以神为乐，因为我的生命改变都是从神来的。我不能夸耀，我是完全的依靠神，放下这些垃圾。第一，放下垃圾；第二，亲近神的时候，留意圣灵的运作。圣灵带给我们平安喜乐，我们感激神，神每一次祷告都来祝福。另外，我们也感激神，会感动我们去。尊重神，去传福音，去放下自己，这些运作都是非常宝贵的。就好像圣灵就感动伊丽莎白，马上就赞美神了，马上看到神的作为。我们也是这样的，被神感动，不但是经历神的属性，平安喜乐，而是能够有圣灵的带领，带领我们去改变。我们就放下这些垃圾，知道我们必定要依靠神。好了，这个刚才亲近神的力量，然后第三就是实际上怎样做？实际上，我经历圣灵充满之后，后来有圣灵的喜乐。有一天我读圣经的时候，我现在是用一个经历来解释这个经文啊。我在家中很多时候都听圣经的。其实你可以买这些圣经播放机，可以播放圣经。有一句经文我听过很多次，马太福音25章，这个5000站了5000的仆人，主人说，你是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，你可以进来享受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我听过这个经文很多次，读过很多次，但没有留意。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突然就说，这个5000的为什么是不多啊？5000应该是多啊，因为耶稣说你在很多事上有忠心，但是不多。我当时听了很惊讶，然后我就思想，我就想到，其实很多人每一天。很多忠心人就是每一天的时候，很多时候是集中做很多事情啊，都没有亲近神，没有荣耀神，
没有让圣灵运作。这样的话，他就是一天有些少时间献给主，其他时间就是忙碌他的事情，忙碌其他的事情都忘记了神了。我想到这个意念，我就开始有这个意念，神的帮助我，整天都想着神，尽量。从早上到晚上都想着神，都感激神、爱神，充满喜乐。这样的话，首先有圣灵的运作，圣灵在我里面运作。另外，我就会更有动力和更有智慧去遵从神、侍奉神，就会抓住机会去祝福人。这样的话，我的希望是这样的：有一天见耶稣，见到耶稣对我说。耶稣也不会说你在很多事上有忠心，耶稣会说你比以前多了很多事情忠心，因为圣经说就是最好的那一个都是不多的事上，所以我还是不多，还是不够多，但起码比以前多很多了。耶稣说你比以前多很多了，这个意念。真的改变我，我就尽量有什么负面的话，我就说负面的话就浪费我的时间，因为负面的话就会令我烦恼啊，不好的话，不好的影响就会浪费我的时间，让我不能活出神的美善，所以我就说这个我尽快的放下来，不重要，不要紧，我放下自己。我留意到一件事情，这个我们需要学习的。你有没有发觉，当我们被人批评的时候，或者是有人提议啊，你怎样改善了，心里面总会觉得不舒服，你不会很高兴的啊。你告诉我，我可以改善，好的，谢谢你，我很开心，很开心。我们总会有不舒服的，是不是啊？这里有没有人？有人对你有些提议，你马上很开心，哈哈哈哈！感谢主啊，感谢主，给我的提议真好啊。为什么我们会不开心呢？我也说，我也会不开心。我需要改变我的思想，我需要改变，因为我的太太有些时候给我一些提议，我第一个反应还是不开心的，但我就告诉自己，这个是好的提议。我就告诉他：“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这是好的提议。”但我的本性的自动反应还是不喜欢的。这个我就看到人的罪性情，人的罪性情就是我的自我很重要。人告诉我要改善，就是我不够好，我不够好，我就觉得不开心了。神啊，帮助我放下这一点，是不是应该放下这一点？我们需要改变的话，需要说神啊，帮助我看到我真的是不完美，而且我的自我去拦阻我的进步，是我的自我，我的旧性情令我不能接受人的意见，神啊帮助我放下这些。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也感谢神，神啊，你在改变。我知道这个是拦阻，我亲近神的时候就会留意，神啊，我有什么需要改善的？求你感动我，求你让我看到这是礼物，有人给我提议，圣灵给我提议是礼物，感谢神，这是礼物，这是神对我的帮助，我要欢喜领受，有人对我的。欣赏鼓励提议，我要感谢神。好了，实际上就是我们留意这些，有些时候我们自己的自我的抵抗神，我们尽量让神从早到晚上都是不停去圣灵做工，常常被神感动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好像伊丽莎白常常与玛利亚一起。你想不想啊？好像伊丽莎白整天与玛利亚一起，整天被圣灵感动。你渴慕这种生命吗？从早上到晚上，
都是被圣灵感动，被圣灵充满。所以，圣灵充满这句话，我们要留意的。有人说啊，某人在聚会，圣灵充满。我说，是不是持续的影响？如果是一次的话，这个只是经历圣灵。很多经历圣灵，聚会经历圣灵，圣灵充满是持续的。不停的圣灵与他强烈的同在，充满他的心灵，是整天的、每一天的，才是圣灵充满。所以有人哇，很喜乐，哈哈哈！我不会说他去整个生命是圣灵充满，我是说现在圣灵做工，他经历圣灵很大的工作。如果他保持的话，他可以被圣灵充满；但如果不保持的话，就不会被圣灵充满。所以我鼓励你们。常常留意圣灵的运作，常常感激神，常常心灵是开放的，圣灵可以随时做工。我们的心灵就随时都是圣灵感动，圣灵充满，常常都是顺着圣灵的意思生活。哈利路亚！好了，挑战，这个不容易放下的，因为这个习惯。我们做很多事情的时候，都很容易就去想着这个事情，没有让神做完啊，我们就随时随地、任何时间，我们亲近，我们都亲近神，做什么事情习惯，这个可以学操练的。当我讲到我是允许圣灵运作，我是在喜欢神、感激神，不需要用言语的，这种祷告不需要用言语，就是喜欢神。神就运作，我感谢神，神是这么容易亲近的，很容易亲近的。他不会说啊，我现在很忙啊，你不用亲近我了。他随时回应，真美好，哈利路亚。所以我挑战大家，开始这个生活，从早上到晚上，千万次。整天千万次想到神，整天爱慕神，整天让圣灵运作，被圣灵改变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整天都在神的同在之中，感谢天父，赞美天父。好了，我们现在现在停一停了，因为时间关系，还有其他的教导，我们还有不多的时间，求神带领，哈利路亚。